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去。你说的对，小姐你不能去。是啊，小姐，现在出去就是送死啊。可是我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啊。要不把钱全还给他们？这事儿是用钱解决不了的。为什么？外面闹得最凶的李小姐是李俊公之女。李俊公跟外来县衙相牵连问责。 此次意外让岳阳城的姻缘问题加剧，现在无论于公于私都不是小事。那要怎么办啊？当务之急是先安抚民心，再谈其他。云川，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现在外面都在传岳阳城是因为第一枚遭了天谴。那小姐不会被抓去安民心吧？ 把我抓走可以解决问题，那简单啊，我们走吧。不行，红鸾树是我弄坏的，而且他们要找的人也是我。这不关你的事儿，你不能去。放心，这是走个形式，给外面的民众和郡公做个样子。郡公虽然是皇族远亲，但是皇上年幼时曾受他恩惠，这点情面不得不给。还是我去大牢吧，也许过几日就能平息民愤。你和李府想想办法。 怎么继续救红兰树？走吧。让开！怎么抓他呀？ 一定是上官雅搞的鬼，你们应该抓上官雅。就是啊，抓他！上官雅，上官雅，红鸾树是我弄坏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上官雅，上官雅，今天抓的是上官雅，上官雅，我们就要上官雅。都给我让开，带走。 Thank you.